凯斯工程机械是凯斯纽荷兰工业公司旗下的一个品牌。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一代又一代的工程机械客户使用着凯斯设备。伴随着全系列的工程机械设备和解决方案，我们的员工和我们的设备经常一起在工作现场与客户并肩作战。而现在是时候创建一个在线媒体通道，来更好地支持我们的市场推广了。凯斯演播室，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强大的工具。凯斯演播室是创新的市场营销资料生成方式，它是一个多媒体素材数据库，用户可以在其中编辑图像和视频，提供五种语言版本，它适用于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全天候开放，甚至离线时也能正常操作。凯斯员工、经销商与其销售人员可以通过填写基本个人资料，完成在凯斯演播室的注册。创建个人资料后，即可进入凯斯演播室的多媒体数据库。进入凯斯演播室后，您可以观看并下载凯斯市场团队创建的以及其他注册用户上传的图片与视频资料。您还可以上传您自己拍摄的相关资料。我们先进入凯斯演播室，您可以选择按凯斯设备名称或工况应用分类来查看您所需要的多媒体市场材料。当您选择某一凯斯设备后，您可以查看其360度产品介绍视频、产品参数表、产品图像或产品应用视频以及客户采访视频。让我们先点击产品介绍的按钮，在这里您可以360度查看所选设备。您可以将此向客户展示并推介产品的主要功能。现在让我们返回并进入图像和视频库。您可以利用这些凯斯市场部门提供的图像以及用户生成的图像，用于市场推广项目或直接展示给客户。客户见证视频是很好的工具，可以向潜在客户传递凯斯的信誉和愿景。让我们看一看这功能是怎样使用的。凯斯公司提供的华语式清算机，给我们施工公司带来很大的这个利润，啊，也缓解了我们码头的这个清仓人员的这个工作量。您还可以看到所选设备的技术参数表，您可以在这里看到设备的关键技术细节。凯斯演播室是让您可以得到所有可用的市场推广材料。现在让我们开始创建一些。您可以从您的手机或平板电脑把合适的凯斯设备图像或相关视频直接上传，您的设备库将打开，您可以从中选择图像或视频。一经批准后，您上传的图像或视频资料将在凯斯演播室中展示。您还可以通过点击相机图标，直接把拍到的图像或视频及时上传。您可以选择图像或视频，点击视频图标，您可以拍摄并上传包含详细说明的视频。您可以对图像执行相同操作。您进入并操作凯斯演播室时，有五种多国语言供您选择。凯斯演播室为迈向未来而建，它将使得凯斯员工与经销商能紧密联系并一同参与品牌建设，这也将是一种先进的工业行业 B2B 与 B2C 市场推广方式。我们希望您总能在这里找到适合您日常工作的凯斯市场推广的最新资料。